Hello，亲爱的3年级同学们，你好。今天 IV 老师呢会在这一边教大家关于英文，OK？关于我们 year in 还有 year out 的，可以吗？铁来好了的话，你帮我看一下你们的第一页。铁来第一页的话会关于我们的季节 season，OK？季节。那么第一个我们讲的是 autumn。叫秋天，你有看到就是有叶子落下来的，这个叫 autumn 秋天。铁来好，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winter 冬天，OK，你可以 build snowman 的，OK，所以的话 winter 我们叫冬天，铁来加去 spring 我们叫春天。有看到花朵吗？铁来当春天来的时候，OK，花朵都会开得非常的茂盛。所以 spring 我们叫春天，接下去 summer 我们叫夏天，summer 我们叫夏天。所以的话，外国人都喜欢就是晒太阳啊，在那个海滩上。所以当你看到 beach 的时候，这个就叫 summer，OK，夏天。接下来好，接下去 is snowing 我们叫下雪，is snowing 我们叫下雪。It's snowing 的意思是讲着，OK，正在下雪了，所以你有看到雪在飘落。也来加去，It's raining，我们叫下雨。It's raining，我们叫下雨了，OK，所以你有看到雨滴在滴着下去，可以吗？也来加去，我们叫 It's hot，It's hot，我们叫热，OK，我们叫热，非常的热，OK。最后一个我们叫 It's cold。我们叫冷，it's cold，我们叫冷，可以。所以的话，我们再重复：autumn 叫春天，秋天；winter 叫冬天；spring 我们叫春天；summer 叫夏天；it's snowing 我们叫下雪；it's raining 我们叫下雨；it's hot 我们叫热；it's cold 我们叫冷。可以吗？好了的话，同学们可以帮我翻去第二页。起来，第二页的时候你就帮我看一下啦。起来，好，第一个他就跟你讲 fill in the blanks，OK，fill in the blanks。所以的话，第一题你应该怎么写呢？那个人很热，我们就要写 it's hot，很好，it's hot，非常棒。起来，好，第二个你有看到叶子飘落啦？叶子飘落，我们只可以写 autumn。我们可以写 autumn，我们叫秋天，我们叫秋天。写来好了的话，那个人很冷，我们要讲的是 it's cold，it's cold，很好，非常的冷，我们叫 it's cold，OK。那么来好，下雨了，我们可以写的是 it's raining，我们要写的是 it's raining，非常棒。OK，然后你有看到 snowman 吗？来，好，看到 snowman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它是什么天呢？它是冬天，它是冬天。冬天的英文我们叫 winter，我们叫 winter，很好，非常棒。接下来下去，你有看到一个大太阳，还有一个海滩吗？所以我讲过，刚刚讲了，外国人很喜欢这个时候去晒太阳的，去海滩晒太阳。所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春天，我们叫春天。所以的话，答案应该是 summer。我们答案应该是 summer。很好，来下雪了，我们叫 it's snowing。it's snowing，非常棒。来好，看到花朵，我几时的时候花朵开到最茂盛？可以来，我们叫的是 spring，我们讲的是 spring，可以吗？所以的话，老师之前在讲的那一些，所以第一页的话，你们可以重复来看这样的情况。可以来，好了的话，你帮我看一下第二页。可以来，第二页的题目就有说明了 read and match，所以我们要读了，然后再划线。可以来，autumn，autumn 我们讲过叶子会飘落的，所以答案是 donkey，very good。可以来加去 spring，spring 的时候呢，你应该做什么呢？还好，还记得花朵吗？所以的话，花朵开到最茂盛的，所以我们叫 see，very good。可以来好，第三题 summer。当你看到 summer 的时候呢，他们最喜欢就是晒太阳，所以是
B 很好，可以来加去。第四题很简单 ，winter 的意思叫冬天，冬天的时候你可以 build snowman， 所以答案应该是 A， very good， OK， 所以同学们你们都学会了吗？可以啊，那么好的话你帮我看你们下面那边 OK， 那么来他今天的话他已经是有帮你们写下去了的，就是已经掉了那个字了，所以但是你们今天要把它写进去哦。OK， 来好，你看啊 RIGSPN， 所以你应该有看到的大太阳还记得吗？大太阳和花朵 OK， 来好，和花朵，花朵开到很茂盛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把它变成Spring， 我们这个把它变成 Spring， very good。 OK， 来你有看到吗？第二题 LAFL 这个 OK， 来你们看后面的叶子都飘落了下来，我们应该要把它变成 Fall， 我们应该把它变成 Fall， 很好，因为它在飘落下来。 OK， 来第三题你有看到下雪了吗？所以下雪的英文我们叫 Winter， 我们叫 Winter，可以吗同学们？可以啊，那么好了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帮老师换去下一页了。 OK， 来好，下一页来帮我一起读一下。来他有讲到 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fill in the blanks， 很好，你就要看那些图片然后再填进去 OK。 那么来好，第一个他就有说明了 During the season I go to the beach I swim to cool off as it is hot。 OK， 来好，我们就讲了 OK， 来在这一个季节的时候他去海滩 OK， 还记得海滩沙滩吗？所以的话你的答案应该会是什么呢？ OK， 来你的答案你要先想一想先等一下老师会考你 OK， 来所以接下去第二题有说你的 I love snowman OK， I make a lot of snowmanAnd it is snow, OK? 那么来 it is cold, OK? 来好，我们接下去我们要讲的是我喜欢雪人 OK? 那么我喜欢做雪人，因为它是雪做的 OK? 而且它很冷 OK? 而且它很冷 OK? 来接下去第三题 The wind is strong During this season, the leaves are falling too OK, 来他有讲到这个时间呢很大的风 OK, 这个季节的时候很大的风，所以的话那一些叶子呢 OK, 都会一直在飘落下来这样子的情况 OK, 所以的话呢讲的这个季节的时候很大的风，叶子飘落要记得哦。OK, 来好，第四题 I see a lot of flowers during this season The winter is warmOh, sorry, the weather is warm. 再讲一下 the weather is warm. I like to play with my friends. 起来，在这个季节的时候，那些花朵都开到很茂盛。OK, 而且那个季节 ，OK, 这个气候是非常的温暖的。OK, 这个气候是非常的温暖。然后他们也喜欢跟朋友一起玩哦，可以吗？起来，好，这一些你们都想到了什么季节了，对吗？OK， 来好了的话，那么第一题老师来问一下大家哦。OK， 来第一题的时候，来你有看到吗？给叶子在飘落，所以是什么季节呢？我们要讲的是 autumn， 对，很好，我们这样讲的是秋天。OK， autumn。OK， 来好，接下去来花朵开到很茂盛，还记得是什么季节吗？我们叫 spring， 我们叫 spring， very good。OK， 来第四题，来很喜欢在沙滩玩的，我们叫的是。Summer， 我们要讲的是 summer， very good， 来好 ，D， 可以来玩雪人，还记得吗？雪人叫冬天，冬天要讲的是 winter， 我们叫 winter， OK， 可以来好，同学们都学会了吗 ？OK， 来好，接下去你就可以帮我翻去下一页了，这样子，可以来好，他有讲到 complete the poem below， poem 的意思是讲这四个。Poem 的意思是讲的诗歌。OK， 来第一题我们一个个来看。It is cold. The day is very hot. The sun is getting shiny. Let's go swimming. OK， 来他也讲到这个天气越来越的热，然后你会想要就是你会想要去游泳。OK， 因为它越来越的很热
很 shiny。 OK， 那么来，请问你想到什么日子了呢？很热啊，很热，所以你应该会想到的是 summer。 Very good， 你应该会想到的是 summer， 因为非常的炎热，可以吗？起来，好了的同学，你就帮我看第二下面的。OK，it is cold. Put on your clothes. OK，like the weather is cold. Let's make a snowman. 哦，你有看到吗？起来，好，还有讲到 snowman。Snowman 的意思是雪人，所以 the weather is cold，它是非常的冷，OK，所以它是非常冷。然后你需要穿上衣服，clothes，OK，你需要穿上衣服，所以你会想到的是什么季节呢？你会想到的是 winter，very good，你会想到的是 winter，很好。OK，来，接下去第三题，帮我看一下。It is cold. Let's play outside. It is sunny.Smell the fresh flowers, OK？那么你有看到吗？它有讲到 play outside, sunny, fresh flowers。所以有看到 flowers，你应该都懂是什么啦，OK？就是什么季节？那好，我讲过，这个季节是最多花开放的，OK？就最茂盛的，OK？这个花的季节，所以我们应该要写的是 spring，我们应该是写的是 spring。Very good. 起来，第四题。It is colder. The rain has just begun. Okay, the leaves are falling. Let's go back to school. 起来，你要回去学校了。Okay, 那个叶子就在正在的飘落着。Okay, 然后上面有讲到，The rain has just begun. Okay, 雨刚刚才来吧。Okay, 要开始了。所以要讲的是 autumn. Okay, 我们要讲的是 autumn. Okay, 秋天这样子的情况。OK，好了吗？可以来好，所以的话，你们从那个诗歌中可以找到那一个 tips 哦，可以吗？可以来好了的话，同学们，你可以帮老师再翻去下一页。可以来下一页的话，我们就要今天学的是 days of the week。OK，week 的意思是讲着，就是我们所谓的是星期。OK，我们所谓的是星期。可以来，同学们注意清楚了啊。每个星期的一开始的第一天，再讲多一次，每个星期开始的第一天，我们是 Sunday，我们是 Sunday，OK，Sunday 就是星期日，OK，再说多一次啊，每个星期一开始的第一天是 Sunday，然后到 Monday 星期一，Tuesday 星期二，Wednesday 星期三，Thursday 星期四。Friday 星期五，Saturday 星期六，所以的话，每个星期的第一天就是 Sunday，每个星期的第一天就是 Sunday，Very good，很好，来，同学们都是学会了对吗？因为你们都已经三年级了，那么来记得你们要不要？你们记得一定要把那些生字给记起来，为什么呢？因为的话，这个是用到你长大过后还是需要学会的。明白吗？写来好了的话，那么你帮我看你们的练习，写来练习。我们讲过了，每个星期的第一天就是 Sunday，那么 Sunday 叫星期日，星期日的过后我们叫星期一，星期一的英文我们叫 Monday，我们叫 Monday，Monday 了到 Tuesday 星期二，Tuesday 了到星期三，我们叫 Wednesday，我们叫 Wednesday。星期三了过后，我们叫星期四，我们叫 Thursday，我们叫 Thursday。好了的话，那么到星期五，我们叫 Friday，我们叫 Friday。那么来好，最后我们叫的是 Saturday，我们叫的是 Saturday，星期六。OK，然后再轮着回去，每个星期都是这样子。OK，同学们都明白了吗？可以来好了的话，你们就帮忙的。OK，那么帮老师翻去下一页了。OK，来，好，下一页就有说明的。OK，来，我们看看题目。Write the days of the week in the correct order。OK，那么来，好，我们接下去我们就要看一下里面的，然后就是根据里面的写进去。来，好，第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同学们想问一下，是星期几呢？我们是星期日，对，所以的话应该要写 Sunday。OK，Sunday 要到 Monday，Monday
Monday 了到 Tuesday, very good. Tuesday 了到 Wednesday, Wednesday 了到 Thursday, Thursday 了到 Friday, Friday 了到 Saturday. Very good, 很好，同学们，你们都学会了吗？好了吗？OK, 来好了，记得 OK, 来同学们，有些人会 confuse, 有些人会混乱关于 Thursday 还有那个 Tuesday, 是因为它两个都是 T, 所以大家你们要注意哦。OK, 还有 Sunday 和 Saturday, 所以大家也要注意 OK, Tuesday 和 Thursday, Tuesday 是星期二， Thursday 是星期四， Saturday 是星期六， Sunday 是星期日，所以的话大家不要混乱了哦。 OK, 可以了吗？接下来好了的话我们来翻去下一页。 OK, 来好，下一页是有说到了 OK, 来 fill in the correct days, OK, 来，所以的话来今天 Wednesday 了过后你们会想到是星期几呢？星期三的过后我们是星期四，对，星期四的英文叫Thursday, very good. OK, 星期四的英文我们叫 Thursday. OK, 来好，星期四了到星期五，星期五的英文叫 Friday, 星期五的英文叫 Friday. OK, 然后到星期六叫 Saturday, Saturday 了过后我们要变成的是 Sunday. OK, Sunday, 星期日， Sunday, 星期日，对。然后好了的话到 Monday, Monday 是星期一，OK, 星期一过后的话再重回去我们变成星期二， Tuesday, 星期二， Tuesday, 可以了吗？接下来好，同学们，这个是要过练习你们才会对它有印象哦。老师希望你们会盖着眼睛都可以背得出 Sunday 到我们讲的 Saturday 的生字怎么 spell, OK, 老师比较希望你们可以关着眼睛都可以背得出哦。可以来好了的话，那么我们看下一页。可以来下一页很简单，它也是跟你们说了 write the days of the week, 所以的话今天你要去找出它的那一个 day 出来。那么我们先找大字母先来，大字母你有看到 S 吗？ S 是大字母，那么你想到的一定是 Saturday 还有 Sunday, OK, 那么请问这个是 Sunday 还是 Saturday 呢？还有 UDYSNA, 所以应该答案是 Sunday, very good, 答案应该是 Sunday, OK, 然后来好，我们第二题再帮我看一下找大字母。 OK, 来我们看到 M 吗？ OK, 来 M 就是只想到它是 Monday, good, 很好，只想到它是 Monday. OK, 来好，接下去第三题有看到 T, T 是大字母，你们想到的是 Tuesday 还有 Thursday,那么我们一起看里面有什么字母呢？有 U, 有 E, 有 D, 有 T, 有 S, 有 A 和 Y, 所以同学们都想到了答案了吗？答案应该是 Tuesday, 对，答案应该是 Tuesday, 星期二，非常棒。OK, 来好，接下去第四题。 OK, 来我们看一下有 W, OK, 有 WW, 我们就只会想到星期三，就是我们的 Wednesday, 对，我们的 Wednesday, 可以了吗？可以来好了的话，星期五 ,OK, 来啊、oh, ,sorry, 第五题帮我看一下 ,U6 又有另外的 T, 可以来这边有写到 Tuesday, 这边肯定是 Thursday, very good, 这边有 Tuesday, 这边一定是 Thursday 啊，因为的话一个星期只有两个 T 而已哦。可以来好，接下去第六题，你有看到 F 吗？起来，当你看到 F 的时候，来每个星期只有一天是有 F 字的，给、okay, 我们叫 Friday, 我们叫 Friday, 很好。起来，接下去第七题有 S，OK,、okay, 这边写了 Sunday, 最后一定是 Saturday, 我们一定是 Saturday, 所以同学们都学会了吗？所以 Monday,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And Saturday, 所以的话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三、四、五和六，可以 OK, 那么好的话，那么你帮老师看一下，可以来最后一页，这一页可以来这边有说明了 read and write the days of a week, OK, of the week,
原来这个他有讲到，他叫 Akmal。OK，那么他有说明了，Hi, I am Akmal. On Monday evening, I cycle with my friend. 他讲每个星期日，星期一的下午，他会跟他朋友一起 cycle。OK，骑脚程。所以来，I go for painting lessons on Tuesday。所以每个星期二的时候，他会 go to painting lesson，他会去画画班。接下来接下去，My friends and I go for swimming on Wednesday。所以他每个星期三会跟他朋友一起去游泳。OK，他会跟他朋友一起去游泳，在星期三，在星期三。接下来好。On Thursday, I play the piano。所以星期四的时候，他会弹钢琴。OK，他会去弹钢琴。接下来最后的，I play computer games on Friday。所以每个星期五，他都会去玩游戏。OK，computer games。OK，他都会去玩 computer games。可以吗？接下来好的话，那么老师要开始问问题哦。接下来，请问第一个，这个阿茂。星期几的时候他玩 computer games？星期几他玩 computer games？答案是 Friday。Good，因为他有讲到 I play computer games on Friday。起来，下去第二题，请问他星期几去游泳？跟他朋友去游泳是星期几？星期三，good，因为他这边有写了，My friends and I go for swimming on Wednesday，非常棒。接下来还有加续第三题，接下来他几时玩弹钢琴呢？他几时去弹钢琴？接下来他有说明了，On Thursday，对，很好，On Thursday I play the piano。好，那他星期四的时候他弹钢琴。接下来第四题。他星期几的时候，他跟他朋友一起骑脚车呢？他在星期一，对，很好。第一句有写了，On Monday evening, I cycle with my friends. OK，所以他星期一的时候，他跟朋友一起骑脚车。接下来第五题，最后一题了。所以他星期几的时候，他画画去画画班？他在星期二的时候，Tuesday，因为第二句有说明了，I go for painting lessons on Tuesday。I go for painting lessons on Tuesday，可以吗，学生们？可以呀、啊，可以啦。好了的话，那么来，你帮我看一下下面的。OK，来，下面的也是一样的，他们有写了 read and write the days of the week。OK，只需要写那个星期几而已。OK，星期几而已。那么来，好，我们来一起看。On Tuesday afternoon，I have karate after school. On Wednesday。I go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 and then I dance. On Thursday afternoon, I play computer games with my brother. On Saturday morning, I play the guitar. On Sunday night, I always go to the movies with my friends. 所以他在每个星期二开始，他都会去 karate 的班。星期三的早上，OK，他就会去，他去学校，然后学舞蹈，OK。那么来星期四的时候，OK，他都会去玩 computer games，OK，跟他的哥哥。然后星期六的时候呢，他的早上，星期六早上他就会play guitar，OK。那么到星期天的时候，就是星期日。那么他都会一起跟他朋友一起看 movie，OK，他有讲到跟他朋友一起看电影，可以？起来好，所以学生们，OK，来好，你们自己去思考应该是什么答案先。我给你们10秒钟的时间来帮老师填进去，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来好，我们一起来讨论答案。起来，第一题，请问我想问的是，请问第一个，他有讲到他几时一起去那个弹吉他呢？他几时去弹吉他？他在星期六，对，Saturday，very good。然后他在星期几的时候跳舞呢？在星期
三 Wednesday， good， 很好，来加去，来，他在星期几的时候， OK， 那么来好，我们要讲的是 OK， 他去跟他朋友的， OK， 跟他的哥哥、跟他朋友去看那个 movie 的，在星期 good， OK， 一起去看 movie， OK， 来，在星期几的时候玩 karate 呢？在星期二 Tuesday， OK， 在 Tuesday。那么第五题，还在星期几的时候跟他哥哥一起玩那一个 computer games 呢？他在星期四 Thursday， OK， 他在星期四 Thursday， 可以吗？可以，来，好，所以的话今天怡老师会在这边 OK 教到这一 side， 所以的话同学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同学们也可以在WhatsApp 问老师，或者是讲我们在 Zoom meeting 的时候问老师，这样的情况会在一点半的时间哦。OK， 来，好，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不妨提出来了，可以，来，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课会到此结束，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